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方舟生存进化。哎呀，今天这一集呢，依旧我们要去外面探索新的生物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讲哦，就是呢，之前老头在查这个这个模组的中文名字的时候，意外的发现啊，以及观众的留言。有经过核对之后证实，这个模组呢，它其实是天堂2里面的模组，所以说呢，一些老玩家看了可能会觉得很怀念。那这一只是谁我就不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说真的，老头那个时期没有玩天堂2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老头没有钱买电脑，老头也有那种时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得到玩不到的时期，就是以前那时候天堂2正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老头呢只能看他们玩，自己家里是有啦，但是跑太慢了。天堂哥一登进去就整个一个卡到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前面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有一个很像这个？又是双极油模组，叫做 B 棒大炸弹。Oh my god！ 双极油，欢迎攻击我吧！看他做什么攻击？嗨，你好，你手上拿的圣火是什么啊？欸，他好像不会攻击，难道说这也是天堂2的东西？哎呦喂 ，Oh my gosh，Holy shit， 差几条！你们不要激动，你们不要激动！哇塞哇塞，他炸完之后他就差起来啊！我哩嘞啊，不管了，反正呢，老头呢以前呢就是看得到玩不到啊，那个天堂2累格的要死啊，然后。也就没有接触到天堂2的类型的游戏了，所以说非常的可惜。所以说他这边很多生物一知半解吧，要说全懂吗？不一定，除非天一的生物有在里面，有啦，应该是有在里面啦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会有一只野生的狐狸，我的发现，抓一只狐狸好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啊。嘿嘿，哪去了？吃肉。我们有狐狸了。可它是双极油模组。来吧，月月。好，我们不要叫月月，好，叫它虎虎。虎虎来吧，快点过来我这里。so kawaii， 可爱的虎虎。好啦，我也不知道抓这干嘛，反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再继续找。我们想说要不要再去一次空岛，还是说先不要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这一集不要去空岛好了，空岛可以慢慢来。我们稍微去个，算了，我随便飞好了。我去雪地那个地方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去雪地看看。我记得我有雪山，好，我们往雪山的方向前进看看好了。看一下今天这个雪山有什么鬼东西啊？反正一定有啦，100多种，135种生物，没有才有鬼嘞！你看啊，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方了，一大堆长毛象，还有霸王龙，他们咬谁？阿巴用死了，嫩啊，他把牛龙咬死了。135种生物，我就不相信没有东西，而且。好像全部都是跟天堂2有关系的，没有东西。Hello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下面好了，这里没有，我们去别地方，往这里走，倒是精英的生物很多啊，精英的生物倒是一大堆。哦，好像勉强看到一只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挡住我了，大哥！这个是天堂2里面的生物吗？那这个又是什么？哇！这个是兽人战士，天堂2的。可是他们会把它全部弄死。不行！你们不准攻击他，行呢？我俩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完蛋了！不要把它弄死！我是不是把
我是把那只很奇怪的给咬死了、啊，哎，没有在那边。我先把这些弄死哦。哇、哦，这边有一堆兽人要攻击我，还有苍蝇。来，我现在稍微把他们带开一下。来，准备一下我们的长枪。Here we go！ 哦吼，很会跑呢哈。嘿嘿嘿，想对我干什么？这边有一只，没中。哦，算了，我自己亲自前往好了。赶快把他驯服。哦，情况不太妙。God， 死呢！哎，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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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爷啊，大爷别啊！就让我好好抓一下嘛，好不好？我们赶快抓一抓，把大爷家好了。哦，马上站起来！这什么东西啊？看不到血。哦，肚子饿了。怎么情况这么紧急啊？两只兽人啊，然后这什么，全部都是双棘龙，我的恨嘞，全部都双棘龙。哎、欸，兽人哥，你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叫什么魔那个什么指环王啊，魔界里面的人物，而且全部都挡住了那个脸。嗨，你好，你们这两位先生啊，到底是长什么？哎呦，哇！打他，快点！拿你的弓箭射死他！非常好，使用你的黑魔法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。哦耶！你到底有没有在打、啊？我快被咬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！我把我们家这只也砍死了。哇哩嘞！可怜！哇，他居然去了，变成肥料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抓前面那个巨大树人。哎、欸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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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！哎、欸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咬我、啊！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！哇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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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！这样太危险！赶快补个血！我什么声音？我的兽人的声音！你看动作，天二的魔主！哈哈哈哈！这就是天二的魔主，你吃肉吗？哎、欸，这家伙吃肉。好、啊，双棘龙的魔主，哎呀，双棘龙大大啊都不能骑啊，难怪没有在最多人订阅的部分啊，就是因为你都不能骑。啊啊啊！我死定了，我要把他敲死了。输了大哥，别赖色啦，把你们带回家。再见，麻烦的家伙啊！还有一只哎、欸，哇，爸爸你来了，我才说你而已。Oh my god， 这什么鬼啦？蜥蜴人哦，啊，走路的方式好特别哦。我们带一个蜥蜴人，好，很帅气的蜥蜴人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打他啦！我一直被撸啊，受不了。哦，这边是怎样的剑无山？打屁打，妈的嘞！哦，这边真的是受不了呢，快点打啦！射死他，射死他，嗯，射死你，打他快点！我快死了，帮忙一下啦，都没有人要帮忙啊，真的是受不了呢。哦，我们家那一只一直被威，哼，哎，把他带过来。可怜的家伙，快来报仇！咬成小、哦，一个暴怒的报仇，可以把他抓起来吗？啊，我们可以把他抓起来。喂，啊，我们直接把他带回家好了啦，留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来，把你带回家。带回家，完了，我要被传走了。啊，好险，差点被传走。好吧，我们继续找，看什么鬼东西。受不了你们！哦，原来这边有一只精英牛龙啊。我可以的。好，结束。
精英牛龙也不是我的对手啊哈。有眼球大大，眼球去死吧！如果是眼球，我就不稀罕了。感觉没什么可以抓的。还有什么？哇，这边真的是太混乱了。那恐龙太多，你要找到你想抓的，然后又要被围，真的是麻烦。你看现在，哦，全部都混在一起 K 修。好不，我们去空岛、火山岛下次啊。空岛还有很多东西没看见呢，就马上要走了，这样也不太行。来吧，从这里先下来。怎么会有地震？有树人，然后有死神，有剑齿虎，嫩。哦，这边有一只不错的老虎，天堂二的吧？嗨，你好。抓起来，抓起来。哎，这边有一只我想抓的，哎，都来，都来，都来。超级肥兽人，直接往后倒。这演什么？演八连档是不是？哎，这边真的很多哎。我靠，这边也太多了吧？先抓这只肥兽人。Oh my gosh！ 我会死，我就说呢，我卡住，也太多了，成群结队，干，妈的嘞，再来呀！哦，我看到那一只了，就是我们当初说我们想要抓的那一只。为什么我这么容易肚子饿啊？到底是活见鬼是怎样？我那么容易肚子饿干嘛、啊？受不了哦，可以看一下魔族长什么样子，又是双棘龙。我看来我这辈子再也没办法骑你们了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过，骑不上去的伤痛，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啊，大概就是哇，看得到玩不到，看得到玩不到的感觉，你懂不懂？啊？迅猛龙啊，这就可以骑了，死给，终于有可以骑的生物了。我该拍手欢呼叫好吗？还是？可是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危险啊！你们两个还是先回家好了。我说真的，不然哪一天被弄死了，真的不好说。OK， 我们现在看到前面那边有一只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血一万滴，高伦呢、欸？哇，天堂的高伦都这样出来了，好帅啊！你好啊，天堂的高伦原来长这样子啊，跟我所想的不一样哎、欸。哇，开始敲起他来了！哇，他主动攻击哎、欸！我们高伦超硬的，带回家干什么啦？你是有什么毛病吗？哎，洗一把路。滚 ！QC， 冷，来带高伦回去。地方的高伦需要我们的支持。好，然后你又是不能骑的，带回家。我们带回家啊！这个是什么高伦？钢铁高伦。然后前面有一个是，这个也是高伦 ，Range 高伦。嗨，你好，野猪战士，野猪战士是你。他挂掉是直接这样子的、喔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哎，给你吃，啊，你起来了。哎呦，这种东西也不能骑，坐着，你可不可以把我们全部都弄可以，都可以骑乘的、啊？你看他这边没有放那个骑乘的那个东西，完全不能骑乘。好啦。走很快哦，去攻击这只新尾兽，快点！哥知道你可以的。哦 ，Oh my god！ Oh my gosh！ Oh my god！ 发射炮哦，炸到一棵树，白痴打自己。嘣！这什么鬼伤害啊？有跟没有一样啊？他连旁边的这个巨石怪高雷撸到了、欸，然后前面那个在跑的那什么东西啊？
那什么鬼怪物啊？好了好了，你真的很烂，把你带回家，把你带回家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然后我们家的鸟又被攻击了，烦死人了。可以别这样吗？咬声小、啊，死掉了。好了，我刚刚看到前面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，我们今天去看一下。咬先咬死这个。我靠，金属给那么多，我觉得我该丢了。要许我，真的多呢。我刚看前面那个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这还有一个斗篷大哥，哦，那是我们之前抓的那只 Angel 天堂二的吧，对不对？哇，雷神索尔，哎，里面有头，无头骑士，哦，别这样啊，大大，你就这样喷我，喷我满脸啊，你是不能骑的、啊，带回家。你的攻击模式就是用这种方式吗？哇哦，恶心，打啦，输一啦。哎、欸！停止停止停止！他是他的手可以发炮是不是？他把手上拿他的头，然后他的头会发嘴炮的动作就是了。好，去攻击他，那个无头骑士去打这只天使。干不是你啦，北七哦！啊，算了。人生，哎、欸、啊！我那只无头骑士去哪里？他投过去了，好吧。无头骑士，啊！我现在命令啊，命令你赶快回家，不要再来了，不要再祸害人间了，好不好？前面还有高伦，不要理他，又一个无头骑士。你看无头骑士的攻击就是发出他的炮弹攻击。哦，他要用他的右手做攻击，他用他的右手做攻击。好的，然后我想看到一只不得了的东西啦，就是你了。嘿，哇，赞美！我的看，他看起来超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咬他，他咬他，迅猛龙，来来来，先让你起来。有了，帮忙帮忙咬，快！碎碎碎碎碎碎，戳死他！快两百多滴，大力戳！好、哦，那看起来像是那《星海争霸二》里面的那个什么虫之类的，很像很像。哎、欸、啊，你就没有攻击吗？可不可以骑？我可以骑上来！啊、你死啊你！哇，我负重了，我这只是不是也要晕倒了、啊？快跑、哦！嘿嘿嘿，快跑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好帅，好帅！这只行，对啊，那什么跑步手要张开啊，好讨厌哦。可是它画面也太靠近了吧 ？C 键攻没有功能，它只有左键攻击而已。然后攻击方式有两三招。哎、欸，这是，哎、欸，这只好帅，它跟素人打架。哦耶！两只都带回家好了，你们说好不好 ？K 开开咪不不会念，呵呵，帅起来了。恶魔大哥，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恶魔吧？怎么看起来像伊利丹啊？伊利丹，哎、欸、啊对，哎、欸、这个是猿人哎、欸，猿人模组的，来来来吃一下。完了，我这里没果实，我可以现采吗？哎、欸，刚好两个就可以起来了是吧？好，都给你。啊，给你啦，快起来啊！还是哪里过来？然后起来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血很多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啊，你明明就是猿人模组，你不能起。猿人模组他要安等等，这个做的很奇怪。猿人是不用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你这样子让我怎么上去啊？这样不太对吧？哎、欸，这两只都快死了。来，跟着我，跟着你大哥，帮你们补一下血。Come on！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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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前面有迅猛龙，看见了没有？哦，还有恶心的蜘蛛。有人说，哎，那不是蜘蛛，有人说那是蜥蜴，是蜥蜴吗？哎呀，啊，树人呢？树人去哪里了？为什么在原地不动啊？哇，走路那么慢啊！你还是回家好了，我受不了你了。怎么可以有人走路如此之慢呢？拜！哦，被传走了，可怜。我不想被传走。那被传走了。哎，前面有一只超大的大型的高轮呢。哎，这又是谁？好多、哦，这个又是什么？扎肯。嚯！哦，帅哎！嘿嘿嘿，我要倒下的剑，你跟着掉下来了。哎，你好，哇，居然是个妹子啊！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我的妈！是妹子吗？仔细看一下，哎，干，原来是男的，可恶！没关系，不会怀孕的，不是啊，就嗯，可以。然后我们刚看到前面超大一个巨石怪，哎，我们那只怎么没跟来 ？OK， 咬屁呀、啊，打啦，戳他，使用你的戳戳攻击，交给你们了。这只是阿爸的吗？不是，我要把他弄死了，然后我也快死了。这攻击动作真的是有够慢的呢！天啊，不是我要讲啊，这攻击速度怎么可以这么慢啊？好啦，我们去找前面那只大只佬啊，感觉很有料的这一只，各位看见了没有？哇哦，我要被炸死啊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不要跟他起冲突，不要起争议。不要起争议，不要起争议！啊，这是 BOSS 吗？哎、欸，血挺多的、欸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把他射晕之后，突然就驯服了？哪里狗嘞 ？K 骑乘，他太高了，骑不到。让我上去。这怎么念？什么史林哥高伦？这个走路是要够慢的。右键。啊呀，有跟没有一样。再一次，这次我会瞄下面一点的。没打到啊！等一下，他只能打前方，是不是？好，下面这个要调非常的低才打得到啊！我们要往视角往下看。还是不行，我放弃。C 键 ，X 键，噔噔，然后我又肚子饿了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噔噔噔，啊这2204攻击这么的慢，他的右键一个火球酥，没了。然后体力恢复好快哦，干你好烂哦！你怎么可以那么烂？揍他！我打！我觉得用这个打比较快一点嘞。冲啊！我加！我没什么伤害哎，没有什么伤害哎。哇，我们这次被咬到晕掉了，他晕倒了。我们救不了他了，快点弄死他！哎，不要推我，不要推我！哎哎哎哎，我要下来啊！砍死他！还不死啊？去死吧！哇，这是个硬 ，none。好了，带回家。这是迅猛龙来着的、啊，这是迅猛龙模组来着的、啊。回家，回家，大型机器人回家吧你。再见。啊，我们的老鹰在这里，帮他补下血。很可怜呢、欸，一直被咬，
然后这个在睡觉的就算了吧。哎、欸，他这谁啊？哦，新生物，新生物。哎，你已经不止一次了，我警告过你，你他妈，你不要那乱咬吧，我已经警告你了。他把他弄死了，我看一下是被动，对，是被动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只新的东西，你又把他弄死了，你这样对吗？你说你这样对吗？哎、欸，其实这边有一只，哎，算了，我不要了，反正应该也是不能骑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只少了一只手背吗？其实我不想抓这个，你知道吗 ？Oh my god! Oh my gosh! 这个攻击动作真的是有点鸟啊！干什么东西？赶去死啊！好笑啊！好啵儿，这边应该看过了啊，算了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啊，哥要回家了。啊！你们认得几只呢？啊，如果你们呢以前玩过天乐啊，然后又认得这些家伙啊，欢迎在你的影片下，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，好、啊，告诉我你认得天二的哪几只生物。然后再来就是呢，我知道这只是漂浮之眼 ，yes， 哦、啊，我乱讲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现在这边全部都卡住了，我试着把它给拖出来。我是知道高伦啦、啊，好不好？但是其他的我真的一概不了解。哇，感觉好像什么大军要晋级一样！哇，这兽人跑超快的。Oh my god！ 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啊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快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啊，生存计划就见面了，拜拜。